生爱生欢喜，安慰世间人人美丽，这是人情不几回。在这个大年初一的这一天呢，我们来了一个传奇的人物，哎呦，他一年只来我们节目一次，哎，干我一次，可是呢，只要这一次呢，他就会拿到我们这个全台湾的双冠王，而且是年度一整年的收视率最高的。什么叫双冠王？我解释解释。但是有线电视，有无线电视，超级夜总会都排名第一啦。所以观众朋友一定是非常喜欢他啦。是的，赶紧下出来。嘿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飞。感情千年醉，对明月赶流星，绝代芳华闪闪光辉。满嘴粉点胭脂，面部轻摇花香蕊。戏声声人生对，今朝看我黄桂花，是是黄桂花。水笑看风景来来去去，彩花乌蝶双飞，我若声声吹，相亲相爱相欢喜，安慰世间人人美丽，正是人情不几回。有，胖哥你啊，参见贵妃，哎呀，能推哈，姐姐，哥哥，安尼，你的贵妃，卖安尼啦，起来啊，小蛋小蛋，你一只脚小蛋嘞啦，苦嘞都背背起来，我有听风，所以爱唱差一点，啊，好很多，没记啊，啊，贵妃好，你会啊，你不得搞，贵妃好，贵妃好，哎呦喂啊，胖哥，不敌贵妃，功名又是欢迎，请多多出对啦。我其实做袂爱做贵妃，妃拢排第二。你安尼，我感觉太甘了。我先检查看麦啊。